那么，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婆达斯，那么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婆达斯，那么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婆达斯。那今天我们会讲这个燃烧经的趣事，好，让我们大家念一遍呢，然后我们再次讲，代表有印象，好，我们大家一起念。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以一千位比丘住在迦耶的象头山，以其处，世尊对比丘们说：诸比丘，一切在燃烧。诸比丘，什么是一切在燃烧？诸比丘，眼在燃烧，色在燃烧，眼识在燃烧，眼处在燃烧。缘于此眼处而生之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受也在燃烧。以何燃烧？我说以贪火，以嗔火，以痴火燃烧，以人老死愁悲苦忧恼燃烧。耳在燃烧，声在燃烧，耳识在燃烧，耳处在燃烧。愿以此耳处而生之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受也在燃烧。以何燃烧？我说以贪火，以嗔火，以痴火燃烧，以生老死愁悲苦忧恼燃烧。鼻在燃烧，香在燃烧。鼻识在燃烧，鼻处在燃烧，愿以此鼻处而生之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受，也在燃烧。以何燃烧？我说以贪火，以嗔火，以痴火燃烧，以生老死愁悲苦忧恼燃烧。舌在燃烧，味在燃烧，舌识在燃烧，舌处在燃烧。愿以此舌处而生之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受，也在燃烧。以何燃烧？我说以贪火，以嗔火，以痴火燃烧，以生老死愁悲苦忧恼燃烧。身在燃烧，处在燃烧，身是在燃烧，身处在燃烧。生之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受，也在燃烧。以嗔火，以痴火燃烧，以生老死愁悲苦忧恼燃烧，意在燃烧，法在燃烧，意识在燃烧，意处在燃烧。愿以此意处而生之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受，也在燃烧。以何燃烧？我说以贪火，以嗔火，以痴火燃烧，以生老死愁悲苦忧恼燃烧。诸比丘，如此测见后，多闻圣弟子厌离眼、厌离舌、厌离眼识、厌离眼处受，无论是乐或苦或不苦不乐，而厌离耳、厌离声、厌离耳识、厌离耳处，即以眼离舌耳处而生之受，无论是乐或苦。或不苦不乐，那厌离鼻、厌离香、厌离鼻识、厌离鼻处、厌离缘以此鼻处而生之受，无论是乐或苦或不苦不乐，那厌离舌、厌离味、厌离舌识、厌离舌处、厌离缘以此舌处而生之受，无论是乐或苦或不苦不乐，那厌离身。厌离处，厌离身事，厌离身处，厌离缘以此身处而生之受，无论是乐或苦或不苦不乐，那厌离意，厌离法，厌离意识，厌离意处，厌离缘以此意处而生之受，无论是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因厌离而离染，因离欲而解脱，因解脱而有解脱智。他了知，生已尽，犯行已立，应作已作，
再无后有。世尊如此说，那些比丘满意以欢喜世尊之言。当此开示正被宣说时，那一千位比丘的心透过无持取而从诸漏解脱，借着这真实的话语，便已时常得到安乐。借着这真实的话语，愿一切的疾病消失。借着这真实的话语，愿你达到胜利吉祥。好，这整个都是经文，一直到最后一段那个不是经文呢，那个是我们呢，在尼泊尔，在有一些佛教的地方有这个传统，就是念了佛陀的经文，因为它是真实语，我们去做一个真理的宣言啊，愿这真实的话语，愿你时常得到安乐啊，以疾病消失啊，胜利吉祥。所以这个不是经文呢，这是我们的祝福。好，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经，一个它的结果就是一千位比丘那心透过无执取而从诸漏解脱。当时呢，佛陀讲了这个，最初佛陀证悟过后，不是跟五比丘讲了《转法轮经》，对不对？啊，《转法轮经》那么就嘎巴达拉收到，佛陀讲《法轮经》过后，但那部经佛陀讲了四圣谛，啊，三转十二个层面的四圣谛啊，这个苦圣谛，这个是苦圣谛，它应当被彻知，彻底的了知。然后呢，佛陀说他已经了知，这是极圣谛苦的原因，应当被断除。然后呢，他已经断除，这是灭圣谛，应当被证悟，因为要知道有涅槃，有苦的熄灭，就这条出路。然后应当被证悟，佛陀已经证悟。然后呢，这个经道圣谛应当被修持，然后佛陀已经修持，这是。所以三个层面成以四圣谛。那我们先讲这个背景故事，再讲了这部经，我们先讲一下背景故事。好，那么呢，在佛陀讲了这个转法轮经过后，他也讲到带进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什么？亚他不当亚那达三藏如实自见。第一部经他就讲了如实自见，告诉了我们他成佛的关键窍诀啊，就是如实的看清四圣谛。四圣谛的三个层面，你看三四十二。第一，这是什么？应该怎样对待它？已经怎样？好，这三个三层四三四十二，十二个层面，佛陀了解了，彻底掌握了啊，应该了彻底知的苦圣谛，应当断除的苦的原因，应当证悟的苦的熄灭。以应当修持的那个打朝往苦的熄灭的道路啊，佛陀都达到了，所以这个叫做如实自见。对，第一部经他讲出这个，然后讲完第一部经啊，皎成如尊者，证悟成为出果圣者，然后陆陆续续另外四个阿萨斯尊者啊、玛哈那玛尊者啊、巴利亚尊者那些都得到了证悟，成为出果圣者。好，所以当时佛陀用的方法呢，是要彻底的了知。然后第二部在人间讲的经，他讲了转法轮经过，有跟天神讲经跟天神讲经，讲了过后，也有天神经过问了几个，佛陀教他回答他，那就算是跟天神讲了法。第二部在人间对人讲的经，就是无我相经，也在我们的课诵本里面，阿那达拉喀那苏达。佛陀讲无我，三个层面讲无我这是我们的色受想行识，讲这个无我。然后呢，这个无我第一个层面讲的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明白的，如果这个是我，我就可以说不要给我麻烦，你身体别给我麻烦，好的，是我的，我应该就可以掌控然后我跟他讲我的身体要漂亮要帅然后不要长得不好，要健康有力，不要给我们有力。但是人呢，不能，他不是听你所愿的。那么呢，佛陀讲这个就是无我，最初层面的无我，每个人都可以明白的，你没有办法操控它这是背景故事先讲到背景的法，等一下我们再讲清这个，你才可以知道这个启示。好，
无我相境，佛陀讲了第一个层面的无我，感受、知觉、受想，还有我们各种各样的心的状态，还有我们的心事本身，都是无我的。你没有告诉到我要将，我不要将，你掌握不到，你没办法要他这样，要他不要那样，所以他是无我的。第二个层次，他讲无我，因为这个东西是无常的、苦的，所以他也是无我的。那是从究竟跟观察的层次讲了无常、苦、无我，所以他是无我的。第三个层面，他讲无我的时候，他讲你要观到色受想行识的过去、未来、现在的色受想行识，内在、外在、粗细、优劣、远或近的色受想行识，使一个层面去看这些真相，然后呢，从这个层次他讲无我，一个层次到一个层次到一个层次，所以到最后那个彻底那个层次的时候，那我们的无比丘成了阿罗汉。好，在这个背景下，他讲了这个，你看看当时他用的是什么？对无比丘，他的般若蜜非常的好，他直接讲四圣谛。在过后要达到要解脱成阿罗汉，无比丘是出果圣者，听无我相经的时候，他们全都是出果圣者。出果圣者知道啊，第一个层次的证悟，就是这个出果圣者呢，他是大错绝对不会再犯，也不会破五戒，那也不会掉入邪见，不会杀父杀母杀阿罗汉伤佛出血破僧团河，不可能犯这些错误，他有时他七世以内就一定会，不超过七世就一定会解脱成阿罗汉，这是出果圣者，但是还没有解，还没有彻底解脱，还会再轮回。所以佛陀要让他们成证悟成阿罗汉，就跟他们讲了无我相境。简单讲呢，跟我们这部经有关系的是什么？无我相境，我们研究它的方法其实是要告诉我比丘，你要认清你是谁，你的色受想行识，色是色法啊，这个身体；受想行识是我们的精神状态。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认清你的色受想行识，你的经验，你整个生命都是从色受想行识去体验的，对吧？不然就是身体，不然就是心，没有别的了。所以当他叫我们看透我们的色受想行识，过去、未来、现在、内外、粗细、劣甚、远或近的色受想行识，其实就是要让我们了解，充分了解我们生命的经验。因为佛陀知道，就是众生不了解自己生命的经验，才会苦啊，才会执着啊，才会造苦因啊。那现在佛陀告诉我们，你要了解你生命的经验，通过观照色受想行识，怎样观？如实自见。但是如实我们都懂，就是是怎样就怎样，不要加，不要加料的，是怎样就怎样，那叫如实。自见这个才是困难，怎样有智慧能够看见呢？看见这个生命的真相，我这个经验是什么？我的快乐，我的痛苦，我的难过，我的伤心，还有我的希望，我的梦想，来自哪里？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经验？是一个怎么样的经验？第一部经我所讲的是普寂灭道，五蕴这个色身，它的原因是什么？它的缘起法身。第二部在人间讲的经，世界讲经，那个色受想行识的种种经验。好，来的这部经，第三部，有些是写成阿迪达巴利亚苏达，但是这个是阿迪达苏达，这个有另外一个借镜的版本，还用的方法是五蕴法那这个呢，我这个版本还用的是什么？六根门法，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我们所有的经验。你们真正问自己，我们觉得我们活得好或者不好，开心不开心，看到什么顺不顺自己的东西，
到底我们指的是什么，对吧？离不开看到的，对吧？离不开听到的，对不对？不管是快乐还是苦的，那离不开你嗅到的、尝到的、接触到的，还有一个意门，我们想到的、我们梦到的、我们直觉的那些。所以我们问我们所有的经验，你问你一辈子的经验，离得开这六根门吗？离不开。好，你看这个是告诉了我们一个窍诀，一个是五蕴法，一个是六根门的法。简单讲呢，我们就是了解我们所经验的一切，这个是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们怎样能够了解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到底我们的经历是怎么，然后我们就看看佛陀是在怎么背景下讲这部经。其实佛陀在帮助那一千个比丘了解他们的经验，当他们彻底的了解他们的经验，这一千个比丘就证悟了。在还没有成为比丘以前，这一千个修行人他们是拜火教的，拜火教的信众，拜火教在信印度蛮多的。其实在早期在伊朗啊，在阿富汗在巴基斯坦蛮多的拜火教的信众。后来啊，因为佛教我们也就改了，也因为这个伊斯兰教不允许拜火，那就改了，所以叫拜火教基本上就没有了。但是这个信仰其实是在的，很古老很古老的信仰。这个信仰太古老了，拜火。所以当时呢，就有三兄弟带领着一个老大带领一个500个拜火教的信众然后呢，老二带领着300个拜火教的信众最小的200个以前的人没有这样精准那个数目了，299啊还是300，讲的就是那个数目，明白吗不要觉得很奇怪啊。所以等一下你讲300、200、500再加上三兄弟不是1003个吗？对吧在我们佛教里面不要计较啊，他从来就是一个拿个整数就拿一个整数，所以你就不要问到底是不是是997加3还是1000加3这个就不要过，这不重要，好吧？重要是在讲的时候就讲1000个拜火教的信众，当时佛陀要去度他们佛陀就来了跟他们交朋友了然后呢他们也是朋友叫佛陀朋友的很好。然后但是呢他们总是觉得那三兄弟都觉得自己很怎么样很厉害然后呢特别是他的那个首领我觉得佛陀在很多场合显了很多神通，佛陀用最多神通度众生的事基本上我所读到的就是这个了。不要讲那个双变神通暂时不讲，双变神通是很多了，很影响力很大。在最早期的时候，佛陀用最多神通度的弟子就是这部经里面的，在之前。然后呢就是怎样呢然后比如说破财，佛陀可以用他的心一下子所有的财就全部破开了。很多一次一次显神通踏心通什么都有。但是呢这拜火教的他的老大还是觉得不对。是你很厉害你很有功夫，但你不是阿罗汉像我一样。然后佛陀一次一次展现出他比他更有智慧，佛陀要设伏，因为知道他们是好材料，要设伏他们。但他们就是总是觉得觉得你很厉害，但你不如我。终于佛陀等一次两次三次无数次显神通后然后呢那个还是那个老大还是说你不如我。这次呢佛陀就讲你以为我不如你，觉得你在已经是证悟者，你不止不是阿罗汉，而且呢你所做的修行也不会引导你走在阿罗汉的路上。直接当他这么想的时候，佛陀就直接读了他的心，就跟他破除他了。他震撼，你知道那时候他终于他的慢心降下来了，他就跪下来求佛陀，佛陀请收我做弟子。佛陀就说
你要做我的弟子，回去跟你的信徒讲讲一下啊，因为很简单，你首领突然间跑掉了，那个弟子怎么办？那你去跟你的弟子讲讲一下。他就好，其实就是要回去跟，他就跟弟子们讲，弟子们呐、啊，我现在不带领你们了，我要做佛陀的弟子，跟着他。啊，弟子们就讲，其实我们对佛陀已经有信心很久了，现在你的师父，你要跟着佛陀，我们也要跟着你。结果他们就把，既然是这样，我们不拜火了。就把那个拜火有很多那工具的烧火啦，那工具全部丢到河里面去，啊，丢到河里面去，他们就跟着佛陀了。然后呢，这个那些拜火的东西流到下游，那个老二那边，天哪，这个这么多这个拜火的东西全部丢掉了，我哥哥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已经然后被杀掉了，还是什么有危险？啊，后来才发现呢，其实他哥哥是跟了佛教啊，我哥跟佛教一定是对的啊，不跟佛陀，那、啊、让我也跟着佛陀，然后全部也丢了，然后到下游也是一样，发现到其实他们的大家都跟着佛陀了，结果大家就选择跟着佛陀了，所以佛陀一下子就有了1000个弟子啊，1000个弟子都是很虔诚、很真心的佛弟子。你好。这时呢，佛陀就带着他们呢，从Uruvela 那边呢，来到这个 Gaya Sise。这个你们如果有去朝圣呢，啊，来到这个地方，我们都可以去看看呢，那个 Gaya 那个象头山那边去。好，然后就在山上的时候，大家来到那边，刚好前面远方呢，可以看得到有一间屋子着火了。你要知道，这拜火教的信众，他们是几十年一直在拜那个火，所以火在他们的心中是很神圣的、很有意义的，或者是很摄受的啊。但是呢，这时他们看到房子着火了，那我的就跟他们讲：“比丘们，诸比丘，一切在燃烧。哇，这个很有摄受力啊！一切在燃烧，很震撼呢、啊。对于一个。”拜火的人，长期拜火的人，对火有很强的时候，你就一切在燃烧，他就很有感觉啊，那个心也很专注啊。佛陀就跟他们讲了：眼在燃烧，色在燃烧，眼识在燃烧，眼处在燃烧。缘以此眼处，因为眼处，这个处是什么？是我们的眼识里面有的那个心所，在根在这个眼根，在三个东西集合啊。在我们的眼睛色，眼睛里面有很多那个眼识法具，这个眼识法具里面让我们能够感光的那个色法叫做眼睛色啊，它是让我们能够感光，但是那个色法能感光，你不会看到东西的，你一定要有心识在那里的，所以心识再加上这个色具眼根，然后有外来的光。啊，这三个怎么能够聚在一起呢？是心识有一个处，啊，这个处心所，让这三个聚合在一起了，你就终于就看到东西。那个时候只是眼识看到，你的心还不知道你看到的，还要跑了眼门心入过程，再经过几个意门心入过程，你才会知道，哦，我看到这个色彩，看到东西基本上就是色彩，对吧？啊，只是说我们看到东西是从无数的色彩形成的那个，好，你就看到了。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经验，那缘以此眼处而生之感受，苦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也在燃烧。有没有？我们有了经验过后，我们就会有感受，对不对？啊，感觉良好，感觉不良好，对不对？啊，以前我们读的。那个武侠小说都有什么"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对不对？它就是你接触到了过后，你的种种的背景呢，让你会起那个反应，因为有触就有受啊，因为受啊呢，以核燃烧。为什么叫做燃烧？为什么这个经验本身我们把它叫做燃烧？因为这个经验本身不单纯，我们那个经验它还伴随着什么？啊，你有执着，有贪火、嗔火、痴火燃烧。啊，当然有些人讲，我也没有贪啊，我没有嗔啊，也没有痴。
当我们没有看到它的究竟真相的时候，我们会的，会抓取的。我们喜欢看美丽的目标，喜欢接触美丽的接触，当然喜欢想什么。当我们这样抓取的时候，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究竟真相。究竟真相是不可抓取的，它本来就是无常苦的、无我的、空的，所以它不可抓取。你就这个，如果你能够看透它不可抓取，你就不可能有这个贪嗔痴的升起。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如实知见究竟真相的时候，当你没有如实知见究竟真相，那个时候呢，贪嗔痴就升起了。啊，一升起过后，还有很多问题就产生。会让你再继续投生，会老，会病，会死，会忧愁，会苦，会忧，会恼，叫种种的性的那种苦，身体的苦，性的苦，都因此而产生。所以是这样。所以呢，现在佛陀为什么会这样子讲法呢？为什么不像心理学家讲法的方式？哦，你看啊，你遇到这个不开心的事，你的孩子不顺你。孩子不顺你，然后呢，你应该去想，他需要什么自由？那他不顺你，他是为了什么？我应该了解，应该，他也跟我小时候也一样，我也曾经年轻过，我应该了解年轻的心等等。啊，心理学家会告诉你讲这种种的方法，让你呢，解除你心里的忧愁啊、难过啊那些。但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到，心理学家用的方法呢，是。解结的方法，有一个结，解一个结，明天又有一个问题，又再解一个问题，永远解不完，有没有？现代心理学的问题永远解不完，人家有夫妻问题，又去找心理学家，啊，去找心理医生，然后等下又有什么事业问题，你又压力太大，你又去找心理医生，他一道一道跟你解，千万种方法，你有没有发现到佛陀不用这个，佛陀直接走进科学。我们要认清我这个经验，你发现了佛陀讲的话都是这种的，都回到严肃的，都 elements 回到最后的经验的本身。这个经验的本质是什么？你看它的本质，还要我们看的是眼，这里眼指的其实是我们的眼睛色啊，因为我们的眼，我们的眼里面有身经色，有身十法具啊，有心身八法具，十身。八法具有那个十阶身八法具都有这些不同的成分在里面，还有性根色，性根十法具等等，又都有这些。但是佛陀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看到的经验是怎么一回事。你这个看到的经验，你要认清楚这个经验。我们认不清楚这个经验，我们就抓这个经验。我要看这个，我要看那个，抓这个经验有没有？即使是一个人修行，他修得很高，只要没有证悟，只要不是阿罗，也是说，他只要有这一掉进概念法的时候，有没有？修得好的人也会去执取一些东西的。为什么呢？他已经退出这个究竟的体验出来了，才只有一而再的走进究竟的体验，他的心才能不生起烦恼。当他退出来的时候，他又会去执着了，这个美，这个丑，这个什么，又会去执着了。所以不够的，佛陀就是要我们修道能够证悟，断掉那个烦恼，以后他就不会倒退。好，无论如何，佛陀讲这个经验的时候，是要我们看清这个经验的本质，到最后它的本质是什么。这些究竟真法，第一个本质，它刹那生灭的非常的快，无常的很快。你那个眼睛，这个经验本身，那个色法，那个光，外面照进来的目标，它也生灭的很快。你那个眼镜色，在那个眼识法具，它也生灭的很快啊，那个生灭的很快。眼识里面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心所，也是生灭的很快。那个戒触本身，它也生灭的很快啊。然后呢，这个真现象。还有在因此而升起的感受也生灭得很快。那么呢，当我们没有看清的时候，贪嗔痴就升起了。所以对于这个一千个比丘拜火教，之前是拜火教新众的比丘，佛陀通过这个讲法引导他们去看他们的体验。
有波罗蜜的佛陀这样讲，他们就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啊。过去修过这些弟子们都过去都是修过这些观禅的，早期这些弟子都是这样，所以佛陀只要一讲那个经验，大家就明白了。如果现代的人，我这个燃烧经，读完燃烧经就成为阿罗汉了，为什么我还没成阿罗汉？你们成阿罗汉了没有？对不对？也就是说，这部经在一千个比丘来说，他听到他的理解，在佛陀面前听到，而且在那个特殊的场合看到一个房子在着火，而再加上他的那个拜火的背景，这种种因素让他当时听佛的讲法的时候，他的经验跟大家的经验是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所以当他是他看到这个经验真相的时候呢，那就厌离了，厌离了。当然不只是眼门的，我们有这个认识，耳门听到声音，整个过程整个经验，耳在燃烧，身在燃烧，耳识在燃烧，耳处在燃烧，愿以此耳出而生之乐，或苦或不苦不乐也受也在燃烧，以何燃烧？我说以贪火，以嗔火，以痴火燃烧，以生老死愁悲苦忧恼燃烧。如果我们不懂这个佛教科学的人，我们会很奇怪的，为什么讲到这个样子呢？讲到又讲耳啊，讲什么？就讲贪嗔痴，为什么贪嗔痴升起就好了？不是，他直接讲那个经验的本质，因为就是众生，因为没有看清这个经验的本质，才会有无数的抓取，无数的苦因才照相。我们只要看清这个经验的本质，你就松开了。那事情对你的套着啊，这个松开有很多层次。你在修观智的时候是一个层次啊，当你有不同层次的正果，虚团圣道、师团圣道、阿那含圣道、阿罗汉圣道，每一个层次它同样的东西，它达到的深度不同，它产生的那个净化效果不同，到最后是烦恼断除，你就怎样都不再升起烦恼了。好，彼此的经验，舌头的经验，身体的经验，心的经验啊，这个呢你们暂时呢还有相关的性所心事那些，我们这里呢主要不是要讲这个阿毗达摩了，这个讲下去是阿毗达摩了，我们要讲的是什么？这眼耳鼻识身意这个经验，我们要学会用正确的方法看待它，这是他的启示。佛陀从无我相经到这个燃烧经，其实他告诉我们，从转法轮经到无我相经到燃烧经，我们得到了看得到佛陀的那个他的讯息，是一环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简单讲就是了解我们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经验，我们要懂这个经验，不要在那个经验里面不明不白然后呢结果呢不明不白，你就怎样要，你要快乐你找不到快乐，你要远离痛苦你远离不了痛苦，因为这造苦因。只有当我们了解这个真相才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修行，我们修行就是要修到我们有能力看清我们的一切经验，从经验中学习，那我们才能够摆脱我们的毛病，我们的苦因所以这点要懂。好，所以我们看下去佛陀的方法呢，125的时候最后第二段呢，诸比丘如此测见后，测见那个经验，多闻圣弟子厌离眼、厌离色、厌离眼识、厌离眼处、厌离远离此眼处而生之受，无论是乐或苦或不苦不乐，他厌离耳、厌离声，看到吗？好，同样是经验，第一先看清它，看清本身就产生厌离啊。这个厌离，我们一般想厌离呢，就是我讨厌他，我厌离这个人，我很讨厌啊，不是这样的。这个厌离呢，它是善心来的，它是正面的，它是因为你知道那个火，你就放这样子的。
那个心的状态就是，哎，这个火快点放，这个只是烟你。你放掉那个给你苦的那个因，放掉苦因，放掉抓取，那个就是厌离啊。所以不要把它理解成讨厌的那个，而是厌离，它是清净心。我们讨厌一个人，我们是嗔心，我讨厌他。这个厌离是因为我看清这个真相，没有东西可以抓，不可靠啊。就好像你要过那个桥，有时候我们踩到那个板，哎，那个摇摇不可靠，我快点跳起来。跳进去，踩在一个更稳定的那个板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啊，因为他你知道他不可以靠，你知道他会给你骨会让你摔跤，你快快跳起来，走向另外一个，这种就是厌离啊，只是这样的意思。那我们知道这个经验不可靠，修观察就是修到我们对这个经验的幻想摆脱。摆脱那个幻想就是走向安全，抱着错误的幻想那就是危险。有没有看到有一种蚂蚁啊？啊，我们就有一些蚂蚁是你硬硬拔掉它的头还是咬着不放，有没有？头断掉它也不放，有没有？但是有另一种蚂蚁呢，它跳得很快的，你只要一碰到它一跳，它就快快跳啊，跳。为什么？它一跳它就安全。他知道，他一发现到你用一个什么东西抓住他的时候，他发现不安稳不可靠，他就快快跳。有没有看过这种蚂蚁跳一跳？因为那个就是厌离，他放哎不可靠，快快放掉不可靠的，你才有安全。你把不可靠的看成很可靠，你去抓着，那就要苦了。记住这一点。所以佛陀让我们不是用想象的把这一切放掉。因为你想象的呢啊，有时候产生一种很怪异的行为啊，这个丢啊，给你晚饭，你说哎，这个晚饭我要厌离就丢掉，是不是很怪异？你不是不要，你不要吃吧，你不吃你饿着怎么办？是不是啊？那个厌离呢是让你放掉那个执取，不是叫你不要用，不是叫你不要正常生活。嗯，好，所以了解这个厌离啊，你比你宾达，你宾达地，厌离一切的经验。这个厌离不是想象的厌离，它是不是你讨厌啊丢掉那个厌离，是因为你看透真相而产生的厌离。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想象的你讲丢掉丢掉，但是心里面你会觉得很笨，为什么我要把钱丢掉，对吧？对，没有人会把钱丢掉，那钱很有用，对吧？啊，我把食物丢掉，不会吗？那、啊、不会。他其实呢，这个厌离呢，就是不执取，啊，不执取，不再死抓了厌离。好，因厌离而离染。你厌离的时候，你不抓，你会发现到贪嗔痴就不来了。我们所有的贪嗔痴都是跟我们的抓取有关的，那我们的所有的抓取都跟我们没有看清楚有关的。因为没有看清楚，我们才会抓不可抓的事。当我们看清楚，哎，其实就不抓了。哦，因厌离而离染，因离欲而解脱。你没有那个心想要再去贪欲，去这个贪欲，所以因此而去解脱了。那、我们轮回要在投生，也要有贪欲才会投生。啊，包括一个自杀的人。当他自杀的时候，你以为他离染了离欲了，不是的，他是我不要这个，其实心里面潜伏里面还是有抓取，所以他还会投生的，还会投生的。所以不是说你我读了理论，我讲哎，这个我要厌离，然后呢去拿一把刀砍掉自己的喉咙，那楚霸王就早就解脱了，你没有解脱的啊，那种人不是的。所以这个就是离欲而解脱，因解脱而有解脱智啊，然后他就。身已经放心一力，应作已作，在无后有。好，那从这部经我们得到什么启示？第一，了解我们生命的经验很重要。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经验？
当你说你难受的时候，你了解难受是什么吗？当你说你受伤的时候，你知道你受伤是什么吗？当你觉得你妒忌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妒忌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经验吗？我们真的懂吗？懂这个经验吗？那怎样能懂？一个叫粗浅的层次，一个叫就近的层次。在我们在教止禅观禅的时候，我们是要引导大家看到就近的层次。就近的层次什么才？至少设法你要打破三种秘籍才是就近层次。第一个是组合秘籍，你看我们人比原子还小的单位我们叫卡拉巴社区，你不能够只看到社区，你要用观智慧之光、修出定力之光照你的这个色身，照到它后有方法的，通过四大的修行、地水火风的修行，到最后你会看到每一个社区至少都有八个元素，最少最少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啊，如果是眼睛的还有命根跟眼睛色，身体的还有命根跟身净色啊，那决定一个人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呢，还有性根色、性根十法具，还有命根啊，有一些是业产生的现象，有一些是我们心产生的，有些是食物产生的，有些是我们的这个温度产生的。我们叫时节。所以呢，你看到你要真正看清这个真相，还要达到这个阶段，还有它刹那生灭相续密集。我们以为我们一直都是同一个生命，其实它刹那生灭的非常的快。还有那个作用的密集它的作用。它每一个功能是什么造成的，不是一个整个心让你善让你恶，不是这样简单的。我们造业的时候因为有私，比如说私心所那个它起作用，才会知道哦，我不小心踩到，我走路的时候一整天都有一些众生死在我脚底下，但我没有杀生在怎么样的时候我有杀生，我有那个知道有清醒有那个动机产生杀生，所以你就完全很明白了这个是看这个功能来自这个心所这样子。好，当然了还有更细的讲解。好，那么如果是心，我们还有多一样三种秘籍，还有所缘秘籍，所以最后你要打破这些秘籍过后，你才真正明白你的经验这是一个层次，了解我们生命的经验，这是修观禅所要所达到的阶段。那怎样能够有能力如实自见这个阶段呢？那个智慧要够强，怎样强？它要有定力，伴随着定力而来，定力要能够强到能够升起智慧之光，你才能够照见这个，比如说这个麦克风就好，你没有足够的定力，你照不进里面，你看不到这个东西是空的，还是说没无可抓取的，你以为它很实在，其实它一点都不实在这个定力要有才可以看到当然现在用物理量子物理学，它也可以达到很大的程度了解这个麦克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好，这是就近层面，你了解你生命的经验，就近层面，这是最好的，这是观禅的层次。但另外一个层次在使用上，在你们生活上用的时候，你怎么用？你怎么了解你的经验？即使是你没有到那个究竟这么深的层面，但是如果你能够跳出来只是看你的经验，也都还能够帮到的。至少你通过正念你醒觉那个经验，你不会被那个经验淹没你。比如说有人骂你我每次举的例子是小朋友讲的他骂我王八蛋呢。其实如果你真正的去理解你的经验王升起的时候八还没有升起，八升起的时候王已经消灭了所以你这样子听所有的经验，你真正去了解，虽然你没有到究竟真实法的层面，没有到打破秘籍的层面，
那个是观禅，嗯啊，但是呢，你如果你真真正正活在当下，你都不容易被环境周围人家所讲的话所影响、所打击。为什么？至少你能够更如实的看清你这个经验是什么，明白吗？好，所以以后我们在面对我们经验的时候，即使是你还没有修到看究竟真实法，当然我们鼓励你修到能够看究竟真实法，有智慧之光，有定力去看你的经验，那我们希望是如此，而且还知道它的来龙去脉，什么因产生现在的经验，现在的经验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未来，怎么样的现象啊？这个当然是最好，但是至少以后你们经历什么的时候，告诉自己，如果我苦我难受，一定是我对我的经验不认识，不如实了知我的经验，那就多关照就好啊，尝试把自己当成一个对象，你说你难受，把你的难受当成一个对象，就好像看别人的难受一样，开始你觉得很不习惯，我看我自己难受越看越难受啊，喂，那是因为你卷入了我的感受啊，你试看跳起来把你的感受当成一个对象，就像一个很 objective 的，这样很客观的看着你的感受，虽然不是究竟真实法的层面，但是如果你能够如实看着感受，就只是一个现象，就只是一个现象，一个感受，你这样子看，你都能够，不能够百分之百，要百分之百你要修到好，要是要圣道啊，但至少你能够不会让它压迫你，淹没你，你可以保持一点冷静，在不管是身体也好，心也好，它再怎么难受，它离不开眼耳鼻舌身意，离不开这个经验，看着它。那如果你这个东西还是觉得不容易，往往有很多一种报告是他觉得很难，是因为他看的时候他是要解决它，错了，当你看的时候你要解决它，除非你的解决能力很强，如果不是，你就是你根本就解决不了啊。其实可以的，你一看我要克服它，马上克服是可以，比如说成人心，你马上实行它就盖过去了，这是可以，但是万一你做不到呢，有一个方法你绝对能够度过的，就是放空，让自己的心像虚空，现在我们教禅的时候都有教这个准备工作，放空，让你的心有像虚空一样的态度，没有要，没有不要，没有抓取，没有抗拒，任他来任他去，了了分明。这个不是禅法哦，这个还不是禅法，但是这个是借用佛陀给罗侯罗啊，佛陀给他的孩子罗侯罗也教过，你要学地水火风空的那个数字啊，学空的数字就是像虚空一样不动啊，根据那一道佛陀给他孩子的指示，我们把这个原理用在我们的修禅前的准备工作，所以当你有很难受很不好的经验的时候，你试试看走进这一步，了了分明啊，跟这个跟混沌不知道是刚好相反，但是你又不要卷入我的感受，就看着它，我要了解这个经验，告诉自己我要像科学家一样去明白我所经历的一切是怎么一回事，不管是恐惧、贪心、嗔心、执取，去理解它，因为佛陀就是要我们理解，我们现在只是在不同的层次上理解，你在你这个层次理解，因为你现在的能力是你这个层次，等到你能够看到究竟真实法，那也是另一个层次，明白吗？所以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层次去理解你的经验，他都会达到某种程度的解放的效果，摆脱这个压迫，苦的压迫，无明的压迫的那个效果。方法就是我们要如实，是怎样就怎样，尽量把我们的智慧最好是超然，对吧？你卷入你其实智慧不好用的，你超然，然后呢去看这个真相，
那以后你就不容易的被这个真相这些苦啊难受啊委屈感啊去淹没你了，明白吧、哦、所以从这个燃烧经和之前铺垫的转法轮经跟无我相经再加上这个燃烧经，它给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佛陀的指示，就是让我们去理解我们生命的经验。那最好的方式就是超然的对他保持正念，超然的看着他、啊、那么以后他就不容易淹没你了。只要学会这个情绪的这个管理啊。那么呢，我们也希望我们所分享的这个法、啊、能够帮到大家，特别是让你的心情能够保护的比较好、嗯、所以如果你要学会看这个经验，不要让它波动到你的心情啊，不要波动，不要让这些生命的经验波动到你的心情，就看着它就好，接受它就好，包容它就好啊，这样子、嗯、很重要的一点啊。不管怎样，就是学会啊，即使尽可能呢，在任何处境里面，我们对这个经验呢了了分明，不要被它带走，你要主导啊。如果用通过慈性来主导，然后呢通过慈性来把它缓和，不要在那个问题来的考验来的时候呢再增加那个苦因，让它变得更难。生命里面有很多很难的考验，但我们不要在考验来的时候把它变得更难，这就是智慧了哦。所以希望呢有这个法的力量去面对，有慈心的力量，也能够不执取无我的如实自见你的经验的那种力量，去度过这个生命的一个历程吧。很多东西我们都需要这个法则去面对，所以希望能够把这个法好好的用出来，我希望能够帮到大家的生命我希望这个佛陀的经文都是实实在在可以用得上在生活中的，那我们好好的用好这个经文，让它为我们的生命加强一些法的力量，让我们不容易受伤，让我们很容易活得快乐谁也都不走让我们所建立起所培养的法，不管是忍耐勇气谁也都不走我的法是这个法的力量是不会被摧毁的。如果我们有这些生命的力量，那学法就很有意义了。我们生命有力量的时候，我们更能够帮到自己，也能够帮到每一个跟我们接触的缘分，包括你带到这个世界来的孩子把你带到这个世界来的父母亲人父母等等好，就这样。好，我们发一回向。一当咩本央阿萨瓦卡呀瓦罕诃多，愿这些功德帮助我断一切烦恼，断一切苦因。一当咩本央涅巴那瑟巴迦耶诃多，愿这些功德成为我证悟涅槃清净的快乐的助缘。玛玛本央巴甘Sabba Sattana Bhajemi Te Sabbe Me Sama Punya Bhaga Labantu， 我把我的功德与一切众生分享，愿一切众生平等地得到我的功德。萨鲁萨鲁萨鲁